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永恒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话呢，各位带来一个《三国战纪：风云再起》陆续的一个 TAS 刷分秀啊，这一个系列呢也终于迎来了结局啊。这个历时得有2年之久了，当然了，中间有断档啊，因为呢，它这个是由两位大神啊联合制作的。一位大神呢是做了前四关啊，是这个逼神将大神，然后呢，另外呢在后两关是由这个咸香米饼大神接手的。那这样呢，在这个今天啊，终于呢是迎来了结局，对吧？咱们呢也能一起最后看到这个陆逊究竟是能刷多少分啊？然后呢，两位大臣呢，在这个单个字母的视频网站之上呢，都有这个 ID 啊，就叫我前面给各位介绍的 ID 啊，逼神将，咸香米饼。各位呢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可以去他们的视频空间点一个关注啊，然后呢，看一看他们做的一个精彩素材啊。之后呢，这个小兵环节呢，前面没什么好看的，也没做介绍，咱们来看曹飞啊，这里呢是先打个破招，然后呢打一个这个。先打一个这个先后的破招，再打一个呢一起同时的破招，这样呢打了一个曹丕非常轻的一个14连。这个曹丕呢基本刷不到什么分啊，因为呢这个小兵陆逊打起来基本没分，所以说呢只能从这个压低伤害来入手。哎，他这里好像控的是第二优先，好像有中士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看好像是有中士。我们来看啊，这个位置呢等两个小兵归位啊，然后呢 A 三 A 倒地啊，同时呢这个让这个怪打一个破招，最后呢来 AA 转啊，有中士啊，应该是有一个小兵是第一，曹丕是第二，另外一个小兵是第三啊，应该是这样的控的一个这个啥，这样的控的一个那个优先。最后呢继续再破招，这是第四套了啊，破招平 A 控阵中士完事，这样呢这个曹丕打了1000来万啊，之后呢下一个电道啊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电脑。好，下来之后呢，这几个弓箭手还能打分吗？应该不能吧？这几个弓箭手应该是留一个跟后边的铁甲破招吧？果然，金珠扔一个啊，然后呢，跟后边的铁甲一起破招，空阵撞 A 撞 A 撞 A 撞啊，打了一个五撞，这样呢形成一个10连带中式啊。好，咱们再继续，他这里呢是就是把两个这个小兵啊，第三跟第二优先直接杀掉。要两个铁甲补第二第三，利用第一优先弓箭手破招啊，利用这个第四优先弓箭手中士啊，听起来的话呢可能比较复杂，是吧？但是呢这个有空啊，你可以看看我做的这个三国战纪这个术语的一个大全啊，你可能就能听明白点了。好，那咱们这里呢继续再往前走下去。这是进上边一个洞啊，不是下去，整差了。好，这个位置呢，再打一个五撞的一个八连啊，没什么太大用，实际。好，这个位置呢，接着撞。OK， 杀掉，下来。好，这里的四个小兵依然留着啊，四个弓箭手依然留着，准备呢前面打一个这个那两个兵的破招，带一个中士。我们来看啊，起手，三 A 倒地，旋风剑，9连10连中士，双中士，分非常的爆表。然后呢继续打这个忍者。好，这里呢 A 前 A 的中士，然后呢继续回来等时间。这里等时间的环节我给各位全部跳过了，这里是等了3499秒啊，主要原因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关底的这个魏延出现一个三水兵啊，这个呢也是风云再起摊分的一个常用招式了，三水兵刷分，原本只有两水兵，但是呢你一直拖时间，一直拖时间，一直拖时间，见魏延非常的慢，这样呢就多一个援军出现啊。好，咱们来看这个四忍者啊，还是一个八连啊，来撞撞撞，好，完事儿，拿点道具，拿点这个毒气跟这个啥，跟这个啊，拿了个黄石弓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好，这个位置呢依然是老套路啊，把这些怪引到一起，然后呢打一个这个90的一个中式啊，可以看到这一套呢能加将近200万吧，你看，三 A 倒地，一二三，旋风剑，撞 A 啊，一个230万。OK， 这里呢两个忍者兵还是一个这个八连的一个中士，基本就没有分啊，但是就是聊胜于无了。OK， 这个位置呢三个铁甲引到一起归位，撞撞撞撞，拉下一步撞，打这个刀兵的一个中士，应该是吧，都是细活。
之后呢，这个位置呢，等这两个小兵过来，撞 A 撞 A 破招，漂亮。这样呢，再有两个小兵再打一个失恋就完事儿。啊，这打俩失恋啊，我以为还要破招失恋呢。这里是旋风剑、六位星火剑的后期，都是花活啊。咱们来看这个魏延，魏延呢依然要等着时间。好，够出三水兵的时间了，往前走啊。咱们来看这个魏延。魏延这里呢出场直接选择对着小兵来一个三 A 倒地，然后呢打魏延一个破招，这个位置呢一个反 A 正 A 再一个反旋风剑，好，魏延打到左边，这个魏延的血量呢会先用大概打四套吧，打四套的话呢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大连盾啊，你看到呢五二幺五二二啊，我们来看五二二打完之后这一套大连盾的分数非常的变态，啊，你看这个旋风剑看见了吧，五二二达到了五二八，也就是呢打了600多块啊。这一套连招是非常的恐怖。OK， 这样呢又是一个三 A 倒地啊，然后呢这里再打一个正 A 一个反转，贴一个这个撞，又是一个600来万，还有一套。这一套打完之后呢就该卡魏延了啊，咱们来看啊，这个卡魏延又是一个先后破招，再来一个 A， 再来一个撞反 A， 好，这样呢直接又一个收连，魏延的血量所剩无几，咱们这里呢勾引魏延跳，最后呢给他打到这个外边破了小兵的一招。最后呢再来勾引魏延跳，位置刚好一个6-6A啊，肯定会卡住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 OK， 咱们来看看卡住这个水兵之后要打一个什么连段，11连空阵，又是11连，这一个11连的话呢是不到100万啊，这算100万吧啊，不到100万，80万。好，咱们来看啊，这个有没有一个破招啊，那看来是没有了，这里呢应该就是三水兵白打。注意现在的分啊，546，过一会儿呢我就给各位直接剪切到三命都死完啊，直接剪切到三命都死完啊。来看，好，死命死命，好，死命，这样呢打到了658，也就是说呢卖了三命，打了三个99秒，一共是打了1亿1000万，不到12啊，打了这样的一个分数。最后呢这里继续组织兵，这个兵不退场，那个时间不走啊，所以说呢这个时间还给我打一个11连。好，这样的分数来到了616啊，这个陆逊啊，这个分数有点恐怖啊。这摊分打到这儿呢，再加上过关啊，最后的这个记录呢，应该是实战里边的3倍往上。你可以看到是吧？这个陆逊这个玩意儿呢，还是花活太多啊，很多招呢都是实战里边实现不了的招子，所以说呢才会有这么恐怖的一个分差。好，拿下，咱们再继续往前走，来看看这里。勾引出了几个小兵带铁甲，然后拉过来，全拉过来。好，撞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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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又是一个破招的失联，外带一个中士。最后呢，这里继续中士带破招，又打了这个铁甲带小兵的一个失联。来看看这个位置啊，还有几个兵，再撞，再撞，再撞，又是一波失联。这里呢，只是一个破招啊，打了一个双兵失联。毒气筒没用了就不捡了，这里呢继续啊，再打一个破招反旋风剑，一个 AA 啊，一个撞 AA， 又是一个失联。之后呢我们来看啊，四个铁甲兵带一个这个啥炒菜兵拉到一起就是防。 OK， 往前走步啊，直接空战反手开始撞，全失联，利用的这个第一优先的炒菜兵直接呢把铁甲全部给他打成失联，四个失联。好，来看这儿，这里呢故意留了一个胖子啊，应该是前面的故技重施。咱们来看，来了四个铁甲就位，空阵撞 A 撞 A 撞 A 再撞 A 再撞 A 啊，一个将近200万的分数。然后呢右边修建，左边我们来看怎么办，左边修建，这样的司马懿是个第二优先啊，我如果不瞎的话，这司马懿应该是个第二优先。然后咱们来看看这里怎么处理，防御撞 A 再撞 A 啊，不是第二优先，好像是第一优先，我看来我是有点瞎。13连，之后继续防御蛇，两个兵凑到一起，三个兵凑到一起。好，这里来了司马懿出电，空阵放倒，先后破招，再打一个 A， 再打一个 A， 反 A 啊，最后这里呢是故意被铁甲打一下，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连招状态打断，然后再去打一个招。你看到这个玩意儿玩的非常的细啊，这里呢十连要这个啥了，要续连断了。咱们来看，直接一个毒气连断续上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15连的中式有点像那个虚数了吧，是吧？好，这里呢继续老套路，打一个十连倒地，
啊，然后呢打一个毒气去连段，小兵一定会躲的吧，小兵没躲开，这里呢来，这是一个十二十三十四的一个中式，然后呢接着来大狗防一下无所谓，走位走位，最后一套冲阵放倒，打司马懿的破招，继续来反向旋风剑一个撞，最后可以收掉了，再见。这是要打一个小兵的破招吗？ boss 血量肯定是不够了，这里应该是吧，反撞反撞再反撞，打了一个小兵破招的失联啊，然后呢把司马懿拿下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 boss， 咱们来看一下，土雷扔掉没用道具，雨神一捡上有点用，神眼笔捡上啊，神眼笔它一定是个有用的。OK， 可以看到最后的过关分数啊，肯定是七亿往上了啊，具体呢七亿往上多少，那就得再看了。OK， 曹操带铁甲，先把铁甲放倒啊，然后呢利用这个曹操打招，一个空阵 A， 一个反正旋风剑。打一个大中式，继续防法，四下 A 撞空阵 A， 铁甲来了，一个 A 一个反钻，一个略略啊，又是一个十五连带中式。之后呢，这里再来一个四下 A， 一个空阵 A， 铁甲又过来了，继续啊，一个 A 反钻，然后呢带一个十五连，这样呢可以看到分数涨得非常的变态啊。这一套的话呢，得是一个三百万啊，你看三百多万，三百万会估计少了。OK， 再来一套，七一了。然后得忽悠曹操加血了，这加三次血还能打三套啊，这样估计是个七一三吧，我这个加血。好，加血了，来机会了，小兵来了，直接来四下 A 强制空阵，四下 A 反向 A 旋风剑，再来一个撞，再加血，就等你加血了兄弟。茶棍好，这茶棍真痛快啊，曹操到目前为止呢别的招还没打出呢，先插两次棍。OK， 这里呢继续老套路 ，A 反 A 接着转，再插棍，这牛啊！这里呢是把这个铁甲兵杀掉，要一个这个下面铁甲开场的位置。好，这里继续转 ，A 反拉，带一个旋风剑。好，没血了，杀吧，这没什么利用价值了。嗯，这还有什么说的吗？好吧，玩了点戏，我打一个铁甲，一个失联。只有九连呢，那这没啥意思了。我们来看啊，他应该是想玩到一个七亿三啊，这里呢小兵再打点啊，就七亿三了，那很有意思。好，这个位置呢是为了给自己爬一个这个大头像吧，扔了一个莲花，扔了一个火书，这样呢过关有一个580万，那应该就是七亿三了。好吧，终于是来到了这个尾声啊，最后果然是580万，七亿三。非常恐怖的一个分数，而且呢不光分数恐怖啊，全程高能华丽，非常帅气是吧。这里呢让咱们再次感谢两位大神啊，一位是这个逼神将大神，一位是闲香米米大神，做 TAS 这个东西确实非常辛苦啊。如果呢你们各位呢有什么想看的 TAS 素材啊，然后呢想来点赞助啊，你不妨呢找一找这些做 TAS 的大神是吧。那么呢我是本期的解说永恒，如果各位喜欢我的视频啊，记得呢先点一个关注，然后再给我点一个赞啊，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